我们是被贼抓走的，贼来的还真快呀，走。 请夫人识相些，乖乖让开，不要逼兄弟们动粗。这是我公孙家的私底，不是朔州衙门。郎君要收什么，要缴什么，我一个妇人家做不了主。少不得要等夫君回来，才能给你们一个答复。夫人还是配合些吧，早一时交出东西，便能早一时洗清刺史的嫌疑。你们一家人岂不是也可以早点团聚？ 公孙刺史如今扣押待审，结果如何，全凭总管决断。这种时候，劝夫人还是不要来触我们的眉头。巧了，公孙恒一生征战，半生守城，我这妇人家随他见惯了兵刃，你这几句风凉话，还吓不到我。那就别怪我对夫人无礼了。 谁干的？有话说话，休要在我家主人面前放肆无礼。刺史不在，夫人做不了主，有什么事便冲小老儿来便是。你这老头做得了主？我家主人落在你们手里，做不得也得做呀。夫人，你要是信得过小老儿，这里就交给我吧，请您回内室照看元娘。 有劳先生了，请。诸位，随我来吧。不好了！府里招贼了！胡说！ 刺史府怎么会遭贼呢？开什么玩笑！这府里财务丢失，尚未做统计，但是刺史的书房还有账房，损失非常严重。如果想要降低损失的话，就要立即带兵追贼啊！行了，别说了，不懂规矩。这是司马总管的王侍卫，赶紧见礼。王侍卫来得正好，请立即帮忙追贼。笑，刺史府御贼与我何干？赶紧交出兵符。兵符？兵符正在刺史书房。啊？ 这可糟了！书房在哪儿？就在那儿。走。秦老。啊！这还真遭贼了。给我搜！ 这可怎么办呀？哎呦，这……王侍卫，没有发现兵符。别耍我了！啊！我不管兵符是不是真被贼给偷了，三日之内交不出兵符，刺史府上下别想安宁。走。 秦老如何知道他们会来？司马图一直逼着刺史交出兵符，这次他扣下刺史，就是想拿到兵符。哎呀，我这么做，也只是缓兵之计。那现在又该如何？难道真要把兵符交出去？你以为司马图拿到兵符就能调动朔州的兵马吗？你可以试着拿着兵符去大营，看看那些兵卒听不听你的话。 此话怎讲？难道朔州的兵不听令牌？哼，莫说是兵符，就是皇帝老儿的玉玺，
也调不动朔州的一兵一卒。若是想让他们如臂使指、心甘情愿，不是这死物，只有刺史公孙恒。秦老，秦老，有消息？司马图派人打开府库，要清进府库后备财帛，与阿施勒军议和。啊！不行，绝对不可以入室，这样只会自取灭亡。现在刺史被关在牢里，又不能指挥军队，眼下该如何是好？大不了就鱼死网破，直接冲进去，冲进大牢救出刺史。你要带兵去冲大牢？哼，正中司马图下怀，不仅救不了刺史，反而将朔州置于险境。刺史召你入府做了主簿，我希望刺史不会看走眼。啊，没想到这个秦老还是有些头脑的，别看他走路颤颤抖抖的，好像路都走不稳，这脑子还挺灵光的，你说是吧，师傅？师傅，师傅，嗯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该如何救出刺史。挑选上千精兵，将总管府围困，由我窦大将军亲自出马，必定手到擒。我们初来朔州，很多情况都不是很了解，连秦老都没有办法。公孙恒对我如此信任，我又岂能不救？那除了劫囚车，还能有什么办法？难不成把司马图给杀了？你看我干嘛？我有办法了。哎，师傅，你干嘛去？我去找秦老。我等你多时了。您知道我会来。你一定想出了什么计策，时间紧迫，说吧。我确有一计，需要调动人员。说来听听。我需要刺史麾下的一些援兵，届时。此计过于冒险，稍有不慎，满盘皆输。不过眼下，这也是迫不得已之策。主公对你没看走眼，刺史在临取总管府之前便猜到可能被困，他命我在时机成熟之时把这个交给你。十四郎，定不负刺史所托。好，要我做什么？说。秦老，我想要刺史麾下非常可靠的一些副将，让他们到府上与我一见。好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我不是在帮你，我是为刺史做事。师傅，你不是要找秦老商议吗？他怎么走了？已经有结果了。什么结果？刺史留了一张字条给我。什么字条？是人心。我终于知道沈姑当初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了。末将郭宁，张辉，见过主簿。二位将军有礼，请请。想必二位将军已经知道刺史逢难，关于司马图欲开府库议和一事，今日请二位将军前来，正是想请二位相助，共同破局。主簿只管吩咐，只要能阻止开城，迎回公孙刺史，我等一定倾尽所能。
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敢问城中有多少轻骑？6000，我与张辉将军各领3000。那就调出1000兵马过来，由郭将军来指挥，分成2班，每日夜半时分扰西城外阿施勒部营地，一旦对方回击，便立刻撤兵，不许折损1兵1马。是。那我呢？我做什么？我需要张辉将军暗中调出部分人马至城外，到西北和东北两处山头驻扎，与城中的驻军互为犄角。城中兵马不过3万，守城已是勉强，主部为何还要调兵出城啊？如若和谈当日出现意外，由张辉将军带领的兵马可做援军假象，届时可震慑一时。明白了，主部就放心吧，此事定在开城之日前安排妥当。有劳二位将军。师父，区区一张字条，当真有调动千军万马之力？能够调动千军万马的，不是字条，而是人心。哎，主簿此计稍有不慎，怕是这刺史府也要赔进去啊。覆巢之下，安有完卵？这是眼下我能够想出的唯一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。对了，秦朗。可否为我寻觅一个隐蔽之处？除了你和旭峰，千万不能让外人知道。好吧，老朽愿赌刺史的判断，但愿他是对的。跟我来，府里有密事。